张馨予在微博上晒出了自己的结婚证和婚纱照，霸气地宣布自己要结婚了，把吃瓜群众杀了个措手不及。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，张馨予的老公不是富豪，也不是圈内人，而是一名普通的军人，女星配军人，这样的搭档也是非常的新鲜了。从张馨予的只言片语中能看得出来，她现在很幸福。自从公布婚讯之后，网友们都纷纷送出了祝福。两天之内，张馨予的微博粉丝就涨了几十万，可以说是皆大欢喜的一件事情了。说到张馨予，对她的第一印象就是漂亮，是个花瓶。但是其实出道至今吗？张馨予也演过不少的电视剧，下面就来说说张馨予演过的角色吧。《新神雕侠侣》李莫愁，张馨予在陈晓、陈妍希版的《神雕侠侣》里饰演了魔女李莫愁，虽然是配角，但是张馨予的李莫愁非常的出彩，还被网友称为是最美李莫愁。凤求凰，王一之凤求凰中张馨予更是颠覆了性别，在里面饰演了洒脱豁达的公子王一之。王一之简单随性，是真性情人。张馨予女扮男装也非常的英气。 GIF 思美人，莫愁女电视剧《思美人》中的张馨予饰演的是楚国奇女子莫愁女，生了一副倾国倾城的容颜，对音乐有着很强的天赋，性格倔强，自由洒脱，敢爱敢恨，是一位与众不凡的美人。这个角色和张馨予本身的性格非常像，一样的自由洒脱，敢爱敢恨。班淑传奇，刘轩班淑传奇，张馨予饰演的是刘轩，是男主角魏婴的初恋，也是一位公主，最后要远嫁西域和亲，最后在和魏婴逃婚的途中落入敌手，最后也没能在一起，是一个挺悲剧的角色。花谢花开花满天，谢千寻花谢花开花满天，有张馨予和何润荣、朱一龙主演，张馨予在里面饰演了女主谢千寻。在整部剧中，张馨予将谢千寻的温婉安静、公主的任性俏皮十分准确地表现了出来。除了这些古装剧之外，张馨予也演过不少的现代剧。张馨予曾和潘虹、靳东、李晨一起合作过电视剧《到爱的距离》，当初两人就是因为这部剧相识相恋的，只是现在已物是人非，只能祝福各自安好吧。和马克、韩彩英主演了《重生之名流巨星》，张馨予在里面饰演了话题女王柳毅，这倒是和现实中的她有些相像。张馨予还和陈翔共同主演过现代剧《裸爱》，由张柏芝出任制片人及出品人。该剧讲述了一群80后年轻人从大学校园步入社会后，在事业和爱情上经历的种种酸甜苦辣。很多人都不知道，在张馨予出名之前还曾经搭档过井柏然、傅辛博出演过一部爱情喜剧《青春进行时》，张馨予在里面饰演了张珍妮，是个海归，智商不高，身材还不错，每天没什么正事，